在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来公布民主进步党对于拼经济的主张。民进党有13项非常具体的做法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在网络上，在我们的官网，在我们的官网的 YouTube 在我们的脸书来开始播放的，由我们苏贞昌主席他来所提出的关于有感经济民主进步党的主张。我们现在就请大家，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大家人小肚都问说吃饱没，可见吃饱是多么重要，所以大家人说就来顾肚子才能顾佛祖。美国人说笨蛋，问题在经济，可见吃饱是多么重要，经济是多么重要。台湾的经济好吗？行政院主计总处刚刚发表，我们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只剩下 1.05， 这是从去年8月 4.58 一路降，连九降，降到现在保一都有困难。你看光这三个月，一桶瓦斯已经又涨了100多块，鸡蛋一盒过去20几块，现在要40多，小孩子的奶粉一罐950，连一碗泡面过去30块，现在要50几块，日子怎么过，孩子怎么养？看到人民的痛苦，心里实在非常的焦虑。我主张应该从四个面向，大家要求政府一起来改善。第一个就是要振兴产业，第二个就是要强化地方，第三个就是要照顾家庭，第四个就是要帮助青年。正产业才能救经济，让经济发展。产业不能只有看重明星大企业，我们不应该看不起铁皮屋里面的工厂，公寓里面的贸易商。他们在全国有124万家，占全国企业总加速的98%，也许一家才雇用2-3个职员，一个工厂才6-7个工人，但占总就业人口的78%，你看多么重要。中小企业信用贷款基金今年60亿，明年预算减为40亿，我认为不但不能减，还应该到提高到100亿。同时我们有很多好的制造业，但是他们的产品不能得到国际的专利，因为他们没有资源，没有能力申请，一出口就被仿冒。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法律的问题。同时我们很多老的工业区几十年了，应该要全面的翻新，配合新的时代新的科技，让他们有好的环境，我相信一定对经济大有帮忙。进一步，中央基础就在地方，台湾也不过22个县市，地方政府现在穷得要死，中央政府却集权又集钱不肯下放。其实在这一次五都升格，立法院也要求要2个月内就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，你只要所得税分配比例调高10个百分点，地方就得到730亿。中央政府不要再把资源通通抱在自己身上，放给地方，让地方强，中央一定强。照顾家庭，国家，国的基础就是家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的妈妈今年92岁，3个女儿，2个小孙女，从小到老的问题，我不是凭空想象，经验，经过才能体验，我是真的看到这一些问题的方方面面。很多老人家
他并不想去安养院，我们的安养院也不够，让老人家不要离开社区，让社区空巢期的妈妈，很多年轻中高龄需要工作的朋友，如果经过政府的训练，有了证照，就地照顾老人，让他家里的子女媳妇能去上班，安心去上班，老人不用拐剃汤，孩子又得到照顾，不是创造三赢吗？我主张四年编400亿的安定基金，来加强这三方面的媒合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，养不起，因为这样台湾的出生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，这个问题是未来台湾最大的问题，没有孩子怎么会有未来？所以我主张孩子政府养，国家的栋梁国家养，从产前检查到生产补助，一直到幼儿的保姆和托育公共化，一系列的政府既能创造就业机会，又能够让孩子得到最妥善的照顾，而妈妈不用因为生产养育而失去工作，这样子整个社会不但能够让产业发展，各方面的人都能够就自己的那一个阶段的需要互相补足，我相信家安定下来，国就有未来。我们还要特别帮助年轻人，现在年轻人失业率之高非常可怕，已经到达 13.57%， 24岁以下的年轻人是一般全国失业率的2倍多，比欧债国家的希腊还要严重。我们看到已经拿到博士的人去考铁道工，铁道工不是不好，但是博士修的不是这一方面，到底教育的问题在哪里？人才跟需要的为什么不能媒合？政府不但应该要把教育让他能够学以致用，而且要加强技职教育，通过就业的媒合，就业客制化，让年轻人的能力得到发挥，一展所长。如果年轻人他有创意，他肯努力，国家应该要给他第一步人生旅途上的贵人拉他一把。比如一个对烹饪特别有兴趣，想要开小餐厅甚至便当店的年轻人，如果政府能够给他资金，通过微型贷款，并且让他能够预约客户，客户优先来买他的便当券，那他不但能够有创业的基金，又有客源，而客户买餐券又怕被他倒掉，政府来做担保，这不是又是另外一种三赢吗？所以我们可以很多创造三赢的机会。那孩子第一步人生的贵人就是政府，有能力的政府，有创意的政府，有同理心的政府，拿得出办法才是有作为的政府。谢谢。那我们用的这个影片是目前在网络上非常新的一种观念，它叫做 TED 就是科技、娱乐还有设计。那我们也用这种最新的的网络的观念 TED 来制作民主进步党所提出的拼经济要有感的影片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们提出了民进党有感经济的主张，振产业、强地方、顾家庭、助青年，我们一共有13项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法。那这个 TED 的影片从今天开始会在民主进步党的官方网站，在我们的脸书以及官方的 YouTube 开始来播送也请各位网友大家呢踊跃来帮忙转载
这是我们今天所向大家介绍的这个影片。